好，日前这个基隆八堵分驻所因为有员警执勤殉职，没有想到高层要基层来检讨工作模式，哦，让基层炸锅了，觉得根本是在伤口上撒盐。预航，勤务结束，一路好走。手指并拢，分驻所长带领全体同仁站在雨中送殉职员警苏玉红最后一程。殉职员警苏玉红在值班台执勤期间遭到警系男子开车冲撞，最终伤重不治。事发经过四天，分驻所同仁依旧不舍。只不过正当所有人都在感伤期间，却由警界高层发布命令，要求基层警察检讨工作模式。这个举动引起基层反弹，律师陈君伟更在脸书发文，直呼现在正值员警被撞死之际，长官发这个命令会让人觉得在伤口上撒盐，有检讨被害人之余不太妥当。除了要求员警不能滑手机，长官怎么没有提供更安全的保护措施，像是设置路障先挡住冲撞车子的力道，痛批警政署在保护基层警察的部分似乎也有缺失。在同仁执勤的部分，我也要求各县市警察局用宣导用沟通的方式，不是说一味的要督勤，然后要有一个惩处，这样是非常不宜。十年之内发生四起民众驾车冲撞派出所的事故，虽然警政署已经要求各县市警察局以沟通代替检讨，但员警的安全又该怎么保障？巡逻车有腹地就可以停放在我们大门做一个反冲推动有一个这个升降柱或者是相关的扭折梯等等这个都是在列为考虑的一个项目。承诺将会因地制宜，依照驻地区域在大门口设置防撞装置，只是一条年轻生命就此葬送，只盼能够唤起警界高层重视，而不是纸上谈兵。记者王俊陈瑞祥。